实把孩子啊教育好，的确是要面临啊很大的压力，付出很多的金钱和精力。就这样啊，长大之后成不成才还不知道，啃不啃老啊都很难说。生养个孩子不容易，面对着许多的压力，怀孕时要有生有育，时刻都要保持警惕。若没有良好的经济，孩子教育负担不起，更别提有限的精力，二人世界再回不去。月嫂保姆请不起，单位也不给假期，老人说他在忙没精力，孩子也不能扔家里，只算早教和兴趣，为了孩子助学去，这些都要用钱来堆砌，还需要付出无限的精力。养个孩子不容易，面对着许多的压力，怀孕时要有生有育，时刻都要保持警惕。若没有良好的经济，孩子教育负担不起，更别提有限的精力，二人世界再回不去。月嫂保姆请不起，单位也不给假期，老人说他在忙没精力，孩子也不能扔家里，只算早教和兴趣，为了孩子助学去，这些都要用钱来聚集，还需要付出无限的精力。好看。